我们只能努力的探索，不然他那里干嘛要养，对不对？他肯定有问题，他一定有问题呀、啊！哇，喂，哇，是爬出高山啊！我山上下面有一个村庄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刚刚的，会不会就是我说的有一个地狱门的？喂，然后还未开的地狱门？哦，没有没有，那个就是那个狐狸，不是啊，湖泊村庄。哦，我还没，我还在努力的翻山越岭。好、啊，在最底下。狐狸等你，狐狸等你。你觉得好远？白狐狸？什么雪狐？乱讲。嗯。嘿嘿。他不是雪狐，他是冰狐。哇，讲错话了。哎，已消灭露米狐狸、哦，只剩小白狐狸一人，一条狐狸努力活着。哇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等起来，等一下，我超可爱。我带肌肉来了，小白狐狸，我在村庄又杀了一只鸡哦，哈哈。经历了500年，啊、你终于来了。你是邪恶狐狸，你是邪恶狐狸。我们目标好不好？先探索完村，不是村，这座岛的一圈，然后再来研究有没有啥特别的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这个真的是要绕一圈。这真的，而且下面那个冰块感觉很……跳下去，跳下去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你认识路。我觉得可以走这个旁边呢，从这里更能够跳。他为什么那里要有那样的地方？肯定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跳下去，跳下去，跳下去了。好，我跳。你要用那个哦，你要用那个哦，突刺哦，突刺哦。小白狐狸上了。你不是小白狐狸，你乱讲，那边果然摔下去。哦，你是蠢狐狸。掉了很远了。你是蠢狐狸，没有，你根本你就是跳起来的。别那掉，直直的掉下去。好像那里没东西啦，好像。我也觉得他那里应该没东西。我们可能没事，再绕一下，快要把这一圈给绕完了。哎哎哎，前面是丛林区。哦，我们要到丛林区了吗？对，我们刚刚都还没有到丛林区过，来啦。把你召唤过来，蠢狐狸，还是那是我们那个、啊、最早的那个。哎、欸，后面有狼，哎、欸，它咬你，看你说说话，你说说话。干嘛、啊？那是你一开始在咬狼，你一开始咬狼跟我无关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钻石了，我看到钻石了。这里是狼区，狼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被黏住了？狼区域啊！哎，所以你拿到了上面最上面，顶天立地！哇！获得第六颗，这叫做七，啊、狼区域沃夫佩克。哎、欸，你看，还好我没有绕一圈就找到了。真的啊，这里要小心，还有更多的狼哦。哎，你要去哪？你怎么又回去了？回来！悠悠，我走过来了，我走过来。蠢狐狸，我就说这里呀、啊，这里，海岸线刚，刚刚这里还是很可疑。杀了两只。哎，这里就是那个、啊、我们一开始狐狸出生点。狐狸出生点，哎，狐狸你。狐狸，你看后面那边的竹子那边是不是有东西？狐狸，你在哪啊？蠢狐狸，小白，这里小白对面那个过不去啊，那个是另一座岛啦。你蠢狐狸，不然你从这里跑跳，你就来跑跳看看，你就来跑跳看看。我不要，这我过不去。啊，这个你说乱讲。飞天狐狸，飞个屁。哎、欸，又来了！什么又来了？后面！他人家好好的待在那，他们也要干嘛？我看地图，我
我去咬它，我去咬它、哦。这应该是那个地图的最左边，最左边那里，这一座岛的最左边。哇，我们隔壁的岛就只有两个点而已。好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一座岛真的差不多就有九颗，就是这一座可能就是它上面写的那九颗。嗯，那我想一下哦。可是我们其他的有些也很困惑，我们还是去找那个胖子羊驼，请他借过，好不好？挡路的长尼玛。对。哎、欸，这个里面有东西吗？我忘记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还没去、欸，就是我说有那个地狱门的那个地方。那不就是我们原本的那个村庄？对，我们其实绕了一圈，就是对面那个村子。还有第二个村庄吗？没有没有，小房子。哦，小房子哦，你说的那个，来、那个、走啊！啊，不是、啊、那个不就没东西？那个就是我拿到铁的这个东西啊。哦哦，就是你拿铁的地方。对啊，啊，我们去过啦。哦，蠢狐狸。我以为你有没看见个门、啊。蠢狐狸。嘿嘿嘿，这座岛这里真的蛮神秘的，这里好像没有走过。哦，这里走回来了。哦哦，好。睡一下，又走回来。可惜可惜，原来这么近。看向左右，右这里。来，我们去找。来了。等一下哦，Bang，没注意到。地狱门。地狱门还不想、啊，那个要十五颗，那更多。不要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一个门啊。哪里？地板是另外一个。这里啊，那上面不是有一个门？这里啊，你刚不是说你有看到？啊，什么东西？就是你说你拿铁的这边不是有一个门？地狱门、欸？我们两个是不是两只狐狸沟通不良？肯定沟通不良啊！狐狸，小白这里，小白这里。这样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小白这里啊，小白我卡住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哎、欸。对，我就是说这个，原来我们两个一直在沟通不良。哎、欸、啊！狐狸受伤，狐狸这里，狐狸这里。狐狸受伤，狐狸睡一下，狐狸睡一下，狐狸刚刚受伤了。这里是哪里？我刚刚就是跟你说这里，原来你也没来这里，没来过啊！哎、欸，狐狸，等一下，狐狸现在深受各种伤害，睡一下，好，狐狸睡醒了，睡这里，你才蠢，狐狸，这里也是一个地狱哎、欸！我刚刚就在跟你说这里，哦、我就不晓得啊、哦，黄色，这是黄色地狱门，哦，它有好多个地狱门，没，你看，我们这一座岛。它、啊、这个岩浆区有没有就暗示的是我们一座岛？我是聪明狐狸、啊，相信我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这边这座岛就是两个黄色的跟那个紫色的。哎、欸，有啊，这里要小心。可惜，你才蠢。那，我觉得这一座这地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这里有绿宝、欸，先跟着绿宝走，说不定我们可以在这里再找到。你跟他玩。找到狼，对、啊。哎、欸，如果这里是狼的话，那这里的山上就是刚刚绕过的、欸。刚刚对，钻石点没了，绕回来了。绕回来了。对。哦。我杀了5-6只狼了。我们第八个钻石还是不晓得在哪。对。那没关系啊、就是，我们就去找那个啊。不然我原本想要找那个胖子啊，怎么忽然间又又绕了一圈？对啊。来，我们。努力走向那个大屁股那里，大屁股看谁先走到。跑，我一定比你快。对。口虚。那有可能。好远。哔哔哔！你干嘛？你是不是被咬了啊？哎，你后面那里是什么？我看到你了，小白。哎，蠢狐狸，你我先到了，追不过。我赢了，我找到胖草泥马。你才胖啊，你最胖了。好、啊，我们这边看一下地图，这应该就是这个啊，最下面这里有一座桥接过去。
好不好？我们虽然这座岛还少三颗，但是有可能也要去下一座岛东摸摸西摸摸才可以解。我们就先跟这个小胖子来，嘿，我有五颗钻，我超强，哼 ，Took you alone， 花了你很多的时间啊，干嘛呢？他又知道了，我们可以过去吗？我来看看哦，我有五颗钻。嗯，你真久啊，胖哥，所以我可以过去了吗？嗯，我会让你过去的，但我已经在盯着你。My eyes on you， 他干嘛一直看我？变态？怎么看啊，变态？I will still watch you， 他一直看着我们，看着你呀、啊。你有点奇怪，你看，你看，他真的在看着我、欸。哎，看你，他在看你。看你，他会持续着看着我们，好笑。大、欸、左边有海龟了，大屁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下！哇，我们这边很多路，先存点。哦，好，口虚口虚，先口虚口虚，然后 up， 对，踩就知道，踩什么什么什么 time left time 时间，快点存狐狸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很远，很近，很近，很近。干嘛呢？还有别的吧？还有别的吧？哦，是不是要跑一圈？是不是要跑一圈？对对对，要跑一圈。屁嘞屁嘞啊！不不不不，最好过得去了屁。完了，哎、欸，他刚刚是系在你身上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事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绕一下，重点是那里有海龟，而我们是什么？狐狸过来，狐狸回头回头，狐狸，我们是狐狸耶、欸，我们是狐狸耶、欸，他是海龟、欸，我们是狐狸耶、欸。哎、欸，不能哦！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这么难过？海龟很难过。他的小孩怎么了？有人溺水了。哇，我们刚刚就溺了。真的是太糟糕了。哎、欸，他就这样子，我看看啊。还是你知道？他说：“你可以帮个忙，找他的蛋吗？”我们说你为什么这么难过、溺水者一直在砸我的可爱小宝贝哦，那真是太糟糕了，也太棒了。那你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帮我看看我的蛋蛋。那帮他看他的蛋蛋。你在干嘛？看他的蛋。我在看他的蛋。你等一下破坏。哎、欸、海龟先生是他。你很怕 ？I'm ready to help。我们帮你，我已经帮忙你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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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怎么又有一个时间倒数，又有一个时间倒数？我们先翻译一下。你踩到那个了？不是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是别的、欸，别的事件。对对，不是，是那个要杀掉。我准备好了，他正在下蛋，我要帮他看。我们要用雪球来击溃敌人。所以一开始有没有给我们雪球，就是为了此刻。哎，不是，啊、有没有？没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用雪球击溃他们呢、啊。我又咬，我刚又咬他的也是可以的。哇哇，嗯、再给我一次机会 ，I'm ready to help。我们准备好了，好 ，will do， 我们一定，这一次一定保护他的蛋。有有有，哦，还有他有很多、哦，有了有来了，那个沉思啦，对，就是那个、啊、溺水者沉思，拜托雪球高手哎、欸，我没有任何雪球，我只能用咬的啊，雪球高手哎、欸。你弄不到的，不是啊不是啊，我那个雪球有限啊，他要一直补充，我还拿着那个铁，我应该把咬的，我可以用咬的，把铁丢在路上，可是我怕它消失，哎，哎呦，哇，哎，他在踩，还要踩，你不要踩，哎呦，我在努力，我在努力，狙击巧，哎。不要把我
我要推下去，你这个。飞机长，你那里出危险，要讲啊！我视角没有办法很好啊。你左边，左边这我知道。还有一只，快靠近了。它生蛋生很久呢。你不要生这么久。